鸽子象征着和平啊，但是现在乌克兰在打仗啊，水深火热呀，颠沛流离呀，血肉横飞呀，这就是反差呀。我们这儿还在享受着和平的生活，那边老百姓别说吃不上喝不上了，连命都没了啊。还有的人哈，有的人还站在普京那边啊，还为普京辩护，为俄罗斯辩护啊。哎呀，我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想的，有这种想法的人你们还是人吗？北约的军事实力完全可以设立禁飞区啊，北约主要是怕引火烧身啊。不过乌克兰要是沦陷了，下一步就是那些北约成员国啊，像波兰呀、捷克啊、斯洛伐克啊、匈牙利、罗马尼亚、摩尔多瓦、立陶宛、拉脱维亚、爱沙尼亚、挪威、丹麦啊，当然下一步就是德国、法国、西班牙，这都有可能啊。加泰罗尼亚广场啊，我们这个城市巴塞罗那最大的广场，游客必到之处。空气里有大麻的味道，有人又在抽大麻了。成平日久啊，有个词儿，成平日久啊，就是和平的岁月太长了，大家就都麻痹了，就都懈怠了啊，就都习以为常了。实际上战争离我们很近啊，随时可能爆发战争，主要是有俄罗斯这种国家啊，这种侵略成性的国家啊，还有俄罗斯的一些帮凶啊，有白俄罗斯是吧，可能还有伊朗，还有某大国，这都是儿媳妇大肚子装孙子呀，要多孙子有多孙子。